登场的是由缅甸留学生给大家带来的缅甸舞蹈。缅甸舞蹈历史悠久，具有古老的传统以及柔美文明与世。它代表了缅甸人民勤劳善良。嗯，那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一睹这缅甸舞蹈了吧？今天独具特色的缅甸服饰与同学们精彩的舞姿完美结合，一起闪亮登场，让您感受与众不同的美。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缅甸留学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缅甸蒲甘舞蹈，有请。有请。